多辛酸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吸引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去走。時人哋問我啲嘢，我真係要抄翻本日記簿，我一定要寫低。如果唔係咧，因為有時一日幾單嘢咧，我會唔記得咯。嗯，咁今次嘅演唱會嘉賓都非常之豐富啦，咁可以同到澳門嘅藝人 Julio 啦、陳慧敏啦，同埋我哋兩位網紅子龍同鐘孫合作，有冇咩特別嘅感受啊？冇交流喎、啊，唔係我係同 Julio 咩 Junior。是跟他有合唱的那個《風的季節》咯，之前是不識的，但是我有看過他們表演的，所以我覺得 OK 咯。今次不過還可以，如果比如說下次有機會還可以多些跟些嘉賓交流，即是互動那些，就不會變成死板板，只是我自己。希望下次可以啦。好，那今晚的演唱會這麼精彩啦， Mimi 姐你在哪部分最花心思啊？其實我的演唱會呢，我沒什麼心思。 我排歌是會有，我會分開廣東歌、國語歌。我其實最近剛剛13號過了，我在新加坡都有場、在藝術中心有場演唱會，完全不同的兩個演唱會。所以13和25之間呢， 我排呢就排得好，有些真的要很給心機，因為新加坡呢啲人聽國語，聽國語多咧，就變咗我要抄翻一啲舊嘅。不過今次咧，好多人都中意喎，因為我係真係嘥咗好多心機，將一直70年代嗰啲國語歌逐一段唱，唱一段一段，每首歌都唱一段，就變咗嗰度差唔多有18首歌。但係嗰啲我揀出嚟嘅歌咧，就全部都係嗰個時代流行嘅歌。咁咪炒翻啲，所以啲人中意睇嗰一 part 就係我全部係 make 嚟，即係好多歌混埋一齊。嗯，的確花咗好多心思。係。好，咁想問下 Mimi 姐啦，咁耐冇喺港澳演出，會有啲咩感受啊？其實我係懶啊，開始即係做得太耐啦，所以我上一次喺新加坡咧嚇，我就。13號的演唱會之前已經做了宣傳，我已經說我真的很累，即好像即有時候真的累得厲害，想不即哎呀不想撈了。跟住第二天的報紙全部寫張咪咪退休了，張咪咪就哇我幾時講退休，不過就真的要減啲工作的，因為我已經不是18歲卜卜脆，現在是骨頭卜卜脆，所以要自己呢即分開啲啦。你話坐喺度度，其實我每個演唱會嗰啲橋都係我自己寫自己編，邊首歌去邊首歌，跟住會講啲乜嘢乜嘢乜嘢，全部都係我自己寫。我冇導演噶，冇監製。不過就算以前有啲演唱會咧，嗱，比如講紅館嗰啲，一定有監製有導演，即係佢哋寫乜乜乜。但係我覺得
企咗喺個舞台上，最熟悉的觀眾係邊個咧？係我。我知道我啲觀眾、我啲 fans 要我啲乜嘢，唔係話我排好曬啲歌，排曬啲個個都中意，唔係嘅。你睇我今日有啲嘢咧，係好隨住興住，忽然間諗起咩諗咧咁啊，咁變咗同啲觀眾就變咗有啲溝通，有啲互動，唔需要話排死邊首到邊首，邊首到邊首，我唔中意呢啲噶。咁希望 Mimi 姐都可以繼續演出啦，咁就太可惜啦。好，咁今日座無虛席啦，觀眾都非常之熱情喎。有冇啲咩想同支持你嘅觀眾講咧？多謝觀眾，其實真係好衷心大家。今晚啲觀眾咧，真係聽歌。今晚啲觀眾真係，所以我就算無論係唱廣東國語嗰啲咩閩南嗰啲，佢哋都中意。即係其實我唱歌俾佢哋聽，我都係希望可以唱啲佢哋中意嘅歌。我唔會話揀一啲咧曲高咩寡嗰啲成語。我哋新加坡好少讀呢啲成語嘅，所以唔係好識。即係總之就係話好似哇，我要揀啲與眾不同嘅歌乜乜乜。其實你盞搞嘅啫，台下啲冇人識聽你呢啲咁嘅曲高和寡嗰啲，何必啫？其實我哋出嚟人哋嚟聽買演唱會嘅飛。都希望我是很俾心機去唱每一首歌，同埋亦都希望咧可以同啲觀眾互動、講笑啊呢啲得咁啊。所以你見到今晚嗰啲氣氛都 OK 嘅，同埋我唱啲歌佢哋都啱聽。我唔會話特登揀啲所謂咩藝術歌啊咩嗰啲，我唔會嘅，因為佢哋嚟曬想睇，尤其我係一直嚟都拍緊搞笑嘢嘅，搞笑啊乜都係。所以我希望他們來聽歌，我很俾心機聽歌，很俾心機去唱。他們一路看著我唱歌，一路都可以就好像大家朋友傾偈咁乜。我覺得一般嚟講，可能有些人話：，我想咩啫？使乜同啲觀眾互動溝通啫？其實唔係嘅，觀眾的反應咧就俾咗我的動力，我就會哦，你們唱啲歌唔緊要。其實我真係由以前喺新加坡開始學唱歌。我哋學好多唔同類型嘅歌，所以我頭先都話啦，你話星馬嗰邊福建潮州英文馬拉歌國語，冚唪唥我哋都要識。我唔會話我好高級，我淨係唱英文歌。其實我以前唱夜總會夠唱好多英文歌啦，我又唔覺得自己高級得喺邊，係咪？所以我而家咧就希望可以譬如講我每次有過嚟香港或者去邊度都，我除咗過嚟揾錢。但我亦都希望可以付出一啲就係咩咧？我中意去老人院唱歌俾啲老人家聽，佢哋咧見到我哋咧，因為佢後生就睇我哋戲噶嘛，所以咧我唱佢哋啱聽嗰啲歌，好似頭先啲粵曲啊，喂，好多人中意嘅喎，蟬面竹升嗰啲，所以睇嗰首歌幾多掌聲啊！我喺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任何一個地方，如果有。邊啲老人家想聽我哋唱嗰個咧？只要佢哋個負責人同我哋講咧，雖然當然去到美加咁遠嘅係去唔到啦，但我翻嚟香港好多時咧，我有啲朋友又係好中意去唱歌俾啲人，佢哋知道我翻香港咧都會叫埋我嘅。我去到嗰度，因為啲老人家都好熟我，佢哋後生嘅時候睇嗰啲戲咩陀槍師姐啊咩做奶媽啊嗰啲咩冚唪唥，但係佢哋未去安老院嘅時候喺屋企睇嗰啲電視，所以我去到嗰度咧。甚至是新加坡的老人院都是，因為我拍了很多很多劇，他們看了很多，他們在院內呢沒什麼興趣，即是沒什麼娛樂，所以他們就會看我們的戲，所以他們見到我，我都未上台唱歌，我去到老人院，那些老人家已經，即好像見到老朋友一樣，所以我每次說，我們是不收費的去老人院，甚至有時候他們說，喂，夾錢買給我，好，夾就夾，所以我經常都覺得，千金難買長者笑。你唱完之後，你睇佢哋真係好中意唱，好中意聽，因為我哋唱舊歌咁啊。佢哋好中意聽嘅時候咧，你睇到佢哋咧，真係即係好開心。我覺得夠噶啦，使唔使收錢啊？係咪呢啲？